过年吃完大鱼大肉，身材不走样也很难。看看金龟大老板怎样保健维持体态。锤的时候呢，要提肛，收肛门啊。锤五分钟之后开始会放屁，会打嗝。拉，往下30下。我们耳朵的所有的神经的末梢都是在耳朵的旁边这里。每天大力的梳你的头，用你的50个手指头梳你的头。这个凸出来骨头的地方，这里有穴道，我是30下。鼻子这里。是，还有30下。前七后三，要甩，每天甩，每天，最好甩1000下。